先请部长。请陈部长。各位好。部长好，部长，马上立法院要休会了，马上要选举了，你会不会去站台？我在时间许可的范围内会。会。再说，再问一遍啊，你会去站台？是。所以你确定？是。部长，我请问这个警察的最高指导行政首长是谁？警察，我是督导。是吗？这样妥当吗？没有一个法令说内政部长不可以啊，这个。好，好，是。没有法令说内政部长不可以在公余的时候去助选、去站台，可是内政部长是最高的警察首长，而警察是察察会选最重要的资源人力。今天你部长去帮一个国民党籍的站台，我知道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你不可能来帮我们民进党的站台嘛，对不对？你去站台的那个人，那个候选人，还有警察敢去查吗？查会吗？这个，我即使不去站台，他也知道他是国民党党籍，那我是支持国民党党籍的立法委员，一样的道理。哦，不一样哦。这跟站台不一样哦，不一样哦，差很多哦。国民党籍的你站台跟不站台是差很多，不然你去站台有什么作用呢？其实，那你干嘛去站台呢？我想过去我查过我们的历任的内政部长大概也部长，你有一点常识啦哈，这个大家都会知道不一样啊。一个部长去站台的候选人，跟一个没有部长去站台的候选人都是国民党籍，那当然不一样啊。如果没有不一样，那大家为什么要叫你去站台呢？对不对？可是一个部长去站台的候选人，警察哪敢去查贿选啊？这个没有关系的，警察是接受，一方面也是没有关系，是你说的啦。检警调、政风四个单位联合在查查。好，部长，说实在好，我们都很清楚。检警调在查查贿选呢，真正最了解有谁在贿选的就是警察啦。如果我们单先检警调这样来做比较的话，因为警察是一天到晚跟民众在一起的啦，我们心里面都很清楚。可是呢，坊间流行一句话，我不知道部长听过都没有，特别是我们南部都这样讲，路人皆知，像那买票凊彩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检警调不知道。其实不是不知道啦，是没个而已，要抓跟不抓而已啦。部长你也点头嘛，所以你很清楚这个状况嘛。不是，我是这样啊，我们检警调还有政风，当然都有在布线在查查，我们查查，我们也提供各样的奖金，一个奖励的制度，希望能够杜绝这样部长贿选。我说哈，检警调里面警察特别接近民众，特别知道，他也知道有奖金，他也知道上面是要玩真的还是玩假的，玩真的，少来。所以警察很清楚很聪明的啦，他在第一线他就会知道，今天如果上面是玩真的，他就会认真去玩真的啦。如果上面是玩假的，他也很清楚的知道不要白目啦，等一下去抓还被人家 K 耶，我告诉你。我们警政署还有互相的这样的一个考核的制度。好啦，今天台湾的选举也不是第一次啦，大家都很清楚啦齁。所以部长，首先呢，我期待你啦哈，我期待你慎重考虑，作为一个警察的最高领导，你实在不宜站台啦，这第一啦哈。如果再照你说的，你有站台没有站台都一样，那你就更不必了啦哈。第二，我期待你们是真的玩真的啦，你们真的玩真的吗？那我就要请教啦，你们把这个
金主庄脚调查表送到林淑芬委员的服务处、啊、这个是完整的。那个是基层严谨白目，那个已经受哦，你说的很好，这个基层严谨太单纯了，白目玩假的，你竟然当真？不是这样的，他不应他的方法错误。好，那你们的方法正确，他的方法错误。你们这个金主庄脚调查表是要送到哪里才是完整的，才是真的？他不应该有这个调查表，他应该是在自己花。他不应该有这个调查表，你认为这个调查表是警察那个基层白目警察自己自制的表哦？这个我请署长来跟你说明。啊，这明明就是你们的表。跟委员报告是那个承办，那个是芦洲分局啊，侦查队的承办同仁，他发一个表给勤区的同仁，勤区同仁就是要填这些资料。来，署长，这个资料，署长，我看哈、哦，你可能还有一点良心，所以你讲话很心虚了哈。我先请问，这个表是你们集体制作的，还是这个远景自己制作的？跟委员报告，我们要查查贿选，当然要了解金主庄脚。我先我针对我的问题，不要故意拖延了我的时间。到底这个表是你们集体制作的，还是只有这个远景？我们警政署没有画这个表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这个远景自己制作的？那这个案件的确是那个分局的承办同仁，他认为需要掌握，只有他自己制作。署长要了解这个庄脚。假如其他的，假如其他地方还有这种表呢？了解金主跟了解庄家，假如我们还有其他地方还有这个表呢？表格的制作，他是要他要了解说这个人到底好有没有庄家。你们不敢回答我这个问题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不是这个远景自己制作的。事实上，你们就真的有这样的表，你们真的有这样的表在做什么？在我的解读，你们就刚好相反，是玩假的，请国民党的委员。注意，把你提供来这几个，我们稍微注意一下，不要等一下闯到自己人，抓错人了哈，就白目了，就被你们骂白目了，是这样吗？查房贿选呢、啊，检调、政风、警察一起都在进行了，不是？对。我刚刚一开始就说了，我相信在场的远警同仁都同意我的说法跟看法，检警调在查贿选，事实上真正在第一线。真正了解、真正知道的最清楚的就是警察，检察官当然要靠警察啦。没有警察，检察官是办不了案的啦。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可是呢，这个查呢，让我们觉得根本就是针对性，根本甚至可能是护航贿选。我跟委员报告，其实您可以从过去查贿选太好了人里面有国民党，以后有时间我再好好来跟你讨论。我们就从过去来看，我们就从过去来看。你们不但我告诉你，现在国民党呢还有职业检举人，自己买票要买票那一天呢，大量的放出检举人检举对手买票，结果呢所有的检警调。冲到那边去，没有再贿选的，反而让另外一边好整以暇。这也是你们的手段之一，我都遇过，因为我选过太多次了哈。部长、署长，这个国家如果要进步哈，贿选这个问题再继续下去是没有救的。我们支持这样的说法，我们当然要抓贿选。你们支持这样的说法，问题是你们没有确实落实这样的做法。一定落实，一定努力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。从过去的经验看起来，我们是失望的，但是我们一再的希望期待下一次会更好，我们就姑且看之。好，谢谢叶宜菁委员。接下来请管碧林委员。管碧林委员，管碧林委员不在。李桂明委员，李桂明委员，李桂明委员不在。赖正昌委员，赖正昌委员，赖正昌委员不在。请姚文智委员，时间十二分钟。
好，主席，谢谢。我想先请